Hello， 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 Dandy， 在这里呢，期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今天要来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为何你谈感情总是患得患失呢？那说也奇怪，也不是第一次谈恋爱了，但是你每次进入关系的时候便会开始变得很不像自己，就各种行为模式就非常的离奇，各种可怕的那种念头就会慢慢的浮上你心头，就会害怕失去对方，然后很恐惧说这段关系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消失，对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走远。那一路谈感情就会觉得患得患失，你是不是有这种谈恋爱的时候心很不安的状况呢？今天就来聊聊这个主题。首先第一点，关于说为什么你谈恋爱总是患得患失呢？第一个原因就是你担心重蹈过往恋情的覆辙，就是经历过几段那刻骨铭心的恋爱之后，对于感情这件事情呢，你就不再像以前一样那么的奋不顾身，那样的随心所欲，相反的，你开始有了那种自己的设定，关于一些感情的地雷，比方说哦，他绝对三观要跟你很合，或者他的社经地位要跟你符合，或者他某一些观念一定要跟你很契合，亦或是你有了自己的一套恋爱预警系统。什么是恋爱预警系统？就是你之前可能过往的恋爱经验里面遇到了一些障碍，你发现说哦，那个问题又出现了，就会让你的心里警铃响起。比方说你的前任可能之前很爱说谎，你刚开始都原谅他，可是发现就是久而久之他还是一个说谎精。那这一次你遇到这个新的人，你刚开始还是100%对他信任，但是一而再再而三，你就发现说他就是莫名其妙会撒谎，那这个事情就会让你的那恋爱警铃在响起。那你就是在谈感情的时候会设下这些所谓的路障跟挑战，他就会让你在接下来的人生里面每当谈恋爱的时候就会变得战战兢兢，而且有一点神经质，担心自己这一次会不会又跟过往一样又被落掉了，又因为一些不成熟的失误可能又错失了对方，或是因为自己的这些严苛的标准，或是自己一些设立的一些准则，而因此就让你的恋情非常的不顺，因为你就会纠结在说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如你想象那么好，或是如你想象那么糟，就会在那边要揣测患得患失。那因为这样的得失心呢，就会让你进入关系之后非常的焦虑，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就投入，因为你就会对自己对对方就充满了质疑，因此而患得患失。而这是第一点，因为你担心重蹈过往的覆辙，所以让你的恋情总是会让你想很多。再来第二个，关于说谈恋爱为什么会患得患失呢，就是二，你厌倦的付出了真爱，但最后依旧是走散了，一次又一次的认识新对象，一遍又一遍的自我介绍跟互聊对方的人生，细说从头。你知道每一次这样来过一次，你就觉得人生好像被掏空了一次，但是每一次经历完一次，最后的结局就是不欢而散，每回你付出了真诚真意，但最终就落得一场场的离别跟走散，就是永远就是走不到一块去，或永远就是走不久，内心不免就会对爱情就是感到非常的脆弱，很难掌握在手上，感觉它一碰就会碎，或者是对于它这个不可预测感到非常的恐惧跟诚惶诚恐，也因为感到恐惧，所以呢，在接下来每一次的感情应对上面，你就会很害怕自己是不是又不小心爱上了别人，就是付出太多，或是你要付出了真爱，因为你会很焦虑说我现在付出了真爱，我接下来会不会分手了之后很痛，或是我们会不会走不到一块去，那最后又要落得一个人的下场，就是这些心态会让你在那个无限的恶性轮回里面。而这是第二点，为什么你感情总是患得患失呢？就是二，因为你厌倦了付出真爱，你担心它永远会消失，会走散。加第三个，关于说为什么你谈恋爱总是患得患失，就是三，因为你内心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
就是对外人来说，人家看在你的那言行举止，你嘴巴上行为上，就大家会觉得说，哎，你就是一个很坚强啊，很自信，很泰然的人。但是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或多或少，有些人呢就会觉得有一丝的不自信存在他的下意识里面，而这种焦虑感呢，就会让你一旦跟一个人认真要交往了，或是开始认真要稳交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内心就会不停的质疑自己，说对方怎么会喜欢这样的我，或是我真的值得被爱吗？或是你就会究竟他到底是爱上我哪一点？你就会不停的在内心自我的质疑。而有些人呢，就会去问，为什么你爱我？为什么会想跟我交往？你到底喜欢我哪一点？就不停的提出这种质疑。而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态，就是源自于自己内心的那份不自信，那个内心的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的心思。而这就是第三点，为什么你谈恋爱总是患得患失，因为你内心有一股就是自己莫名其妙的潜意识一直在催促着你，告诉你说你真的要确认一下他为什么喜欢你，你真的要去确认一下为什么他跟你谈恋爱，他究竟是喜欢上你那一点，就这个东西会让你自己充满了质疑。下第四个关于说为什么你谈恋爱总是患得患失呢，就是四，因为太爱了所以担心失去。很多在谈恋爱为什么后来会患得患失呢，通常这种状况都是会谈一阵子之后，你发现你越爱越深了，那因为太爱一个人，所以你无法真真切切的享受当下的相处跟互动，你就会把你的目光一直专注在未来，你就会担心说我会不会因为一些变故，会不会因为一些意外而失去对方，而这个恐惧呢，就会让你在心里种下个种子，就觉得说这幸福来得太好太快太不真实，你就对你们的关系，对于你自己，或者对于你那个谈恋爱的对方，你就深感疑虑，就是说为什么就是我们两个可以好到这个程度，或是现在这个幸福是真的吗还是假的，这种庸人自扰的爱情困扰，也会让你在谈恋爱的时候没有办法施展开来，没有办法好好放开你的心去感受当下。而这也是第四点，为什么你会患得患失，因为你真的太爱这个人，所以你会担心失去他，这个也会让你患得患失。加第五个关于说为什么谈恋爱会患得患失呢，就是五，你渴望爱情，但呢你又却担心自己爱的太多。在谈恋爱的时候呢，尤其是谈过几次恋爱之后，在关系里面开始就会去计算着自己的获得跟失去，你既渴望拥有爱情，但另外一方面呢，你却又担心因为恋爱这个状态会让你失去了自由，跟让你丧失自己，而这般拉扯就会让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呢，就会想要紧紧抓住对方，因为你就会想说你要去衡量一下他到底多爱你，才要去付出对等的关怀跟爱，那你就会斤斤计较着他对你的每一份付出跟喜欢，一定你就是要追求那个内心的对等跟公平，或甚至你就是一定要求他一定要比你爱多一点，或是喜欢多一点，否则你就会内心觉得说不行，就是他的爱比你少，他的喜欢也比你少，这样子久了之后呢，如果不小心分开了，你很吃亏，而且你很没面子，就会有这种心态要让你患得患失，就是你很渴望爱情，但你得到它之后，你就开始不停的在衡量我会不会爱了太多，我会不会付出了太多，我会不会后来吃亏了，因为经历过几次恋爱之后，你就会开始觉得这种心态对你来说很重要，因为你必须要确认对方是真的比你喜欢的多一些，或是至少要对等，而这样会让你爱得很辛苦，而且会爱得非常患得患失，因为他只要少爱你一点，你就会觉得说不行，你也不能够再这样子对待他，你就要去一直调整自己的心态，跟一直在那边衡量着跟计算着每一个你们对等的付出，而这就会让你很累。好啦，这就是今天分享的五个为什么你谈恋爱总是患得患失，有时候呢不是你没有自信，而是你对于你的直觉太有自信，所以请有时候要关掉你那个直觉，稍微理性的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你会这样患得患失的原因。好啦，就希望提供给你做个参考，最后还是要说，如果你对今天的议题呢有任何意见跟想法想要分享的话呢，都可以到资讯栏位的 IG YouTube 那么去订阅留言，写下你的意见跟想法，或是私讯我你想提出的疑难杂症，我都会一一的私讯回复。好啦，这是今天的其实你应该，下次见咯。